22年之後的6月3日晚上，齊集咗喺呢度。我哋今晚的緬懷民初先烈聲討同呼政團嘅晚會咧，好快就會開始。首先喺度自我介紹話，人民力量嘅晚會支持。我是人民力量的曾麗文朱怡，大家好。今晚我哋嘅活動咧，其實主要分成三部分。呢度咧，開始之前我做一個簡單嘅簡介。其實香港是最多中國人的地方，可以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集結悼念六四的地方。而今晚是我哋有史以嚟齊集在中國共產黨的總部中聯辦對正，是最多人在這裡做六四的悼念晚會。首先第一部分，我們會分組各位朋友在我們的工作人員的糾察的協助指示之下，請大家分組，稍後的時間就會走到去中聯辦的正門去做一個悼念六四的儀式，去緬懷民主先烈。去到中聯辦的門外，我們會有茉莉花派發給大家，大家可以將你的茉莉花放在我們安排在中聯辦門外的指引上面進行悼念儀式。其實之後跟著工作人員指示繼續向前行。我不知道行的，我們希望可以大家圍著中聯辦走一圈，之後再回到這裡進入我們第二部分今晚的晚會。我們會帶大家回到去22年前八九民運的案發現場，跟大家一起再經歷一次。因為你們稍後要有那個幕在這裡，彷彿我們真的好像身處當日的北京，身處當日的天安門廣場，一起去重溫一次這一段不想記起但又未敢忘記的血寫的歷史。今天在場館上面，大家共同一句說話，是魯迅先生當年1926默寫的方言，決演不住血寫的事實。無論這個中共政權是想怎樣去篡改、怎樣去改變，都是改變不到我們這一班民主先烈在22年前用他們的鮮血寫成的這一段歷史。我們會重溫一段歷史，裡面會夾雜一些當年的歷史片段，一些歌曲，亦都會有我們一些同志朋友在台上面朗讀一些重要的文獻。至於第三部分，就是我們要一起對著中聯辦去踏入六四。其實六四的正式開始時間在6月3日天安門廣場上面已經響起了槍聲。我們今天的集會時間就會去到凌晨的6:04，大家可以在我安靜上去好地一段歷史。有些人不擔心回家，因為你要出國了，我最後一天的時候6:04足夠大家可以稍後時間就會正式開始我們的班期。第一部分就是去祝福大家獻上梅花，同埋我知今晚佢嘅環境咧，其實就唔係好適宜搞集會，但係我哋都排除萬難，各位朋友亦都唔怕熱，唔怕坐得辛苦，有啲公公婆婆都嚟，要坐到今晚12點嘅喎，有冇問題啊？冇問題係咪啊？大家，我諗大家而家稍微休息一陣，我哋好快咧就會正式開始我哋嘅到中聯辦門外悼念六四嘅儀式。咁請大家咧一陣間喺我哋九曬嘅指導之下咧，好合作、好有秩序咁樣咧進行呢個儀式嘅。多謝大家。
Oh.
传染。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染。黑有一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染。深夜里，长炮声敲碎了宁静夜，思念出的是孤寂的街。多少年长盼冷浓浓，多少年又是多少年。进行悼念仪式，献上茉莉花。